这太难了啊。我有名片啊，我名片就是故事人，又保守又冒险，保守冒险。我女儿跟我说：“爸爸，你不要哭了，还是追女朋友吧。”就是越来越简单，然后越来越谦虚，然后你身段越来越低，然后越来越诚恳。为什么要理他们呢？那你喜欢就好了嘛，除非你不喜欢。然后如果你喜欢是因为他们喜欢你才喜欢，那就有危险。你还是要去赚多一点的钱，因为搞不好你就可以把他变得赚了更多钱，又喜欢，那不是更好？或是你要开发你的组合啊，你喜欢他，你要赚少，你就去赚多点钱去，让他很开心，那也很好。哦，这好问题。成功就是说，发挥你的专业，做到你的目标，然后你可以帮助别人更好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然后你要很诚实，就是你有目标，但是你会碰到挫折，那你把它克服了，不管他目标多大多小，那就不会有人。就算人家说你是草莓族，那他才是草莓族。你把电视关掉就好了。因为我都没在看电视哎，好，北菜肉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它，然后它很在地，然后它又加了扁鱼，它其实是一个越熬越有味道的，你知道台湾的很老的菜，是哦。